杨幂出席活动美腿太犯规，零赘肉筷子腿占身体一半，13岁嫩照翻出证明完全没 P 图。你身上最满意的部位是哪里呢？像是大陆女星杨幂，让人最惊叹的就是她那一双细长的美腿了。图片翻摄自网路。又细又长，加上白皙的皮肤，几乎所有女星站在她旁边都显得好吃亏呀。帮郭采洁 QQ。图片翻摄自网路，女星杨幂拥有细瘦的身材，再加上167公分的身高，那一双细长美腿更是引人注目。近期杨幂出席活动时，大多都穿较短的裙子现身。当天她穿了一件无袖衬衫，再搭配白色圆点蓝裙，展现清新的气质，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是个孩子的妈。只不过当她的照片分享在微博上后，大家对于那些没有修过的照片感到非常吃惊，因为美腿竟然占了全身超过一半的比例，而且没有任何赘肉，即使将双腿合并也还有着超大缝隙。图片翻摄自网路。网友纷纷留言，这脸根本学生妹，完全不像个孩子的妈，秘密太少女。这真的是人类会有的腿吗？确定不是 P 过的？这腿距。秘密真的太瘦了， QQ, 是不是又瘦了？这腿老了还能走吗？杨幂的腿一直都是网友们时常讨论的焦点。在2015年时，杨幂的爸爸就曾曝光过一张13岁的照片，照片中可以看到小杨幂的腿已经很不科学，这让杨幂爸爸骄傲地说，这样的长腿可不是 P 出来的，看得出来绝对是天生丽质啊。图片翻摄自网路，腿控是不是都崩溃了呢？其实杨幂逆天的长腿一部分是靠天生外，她也是很努力的在做运动保养，才有现在这种成果。图片翻摄自网路。图片翻摄自网路。图片翻摄自网路。参考来源